婆婆，你从哪儿来的？待不下去了，待不下去了，三天两头的闹鬼，就您一个人吗？我去找女儿去，我去找女儿去。娟子，二位王爷，又来一个投军的。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十八般兵器都会打的尉迟恭。哼，别是吹牛吧。那好，带他到六棚当兵去吧。谢王爷。哎，走吧，我出来当兵就要领兵打仗。尉迟恭，你看这是谁？